好，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翻到 Arguter 教你八堂课的第187页的地方。好，这是爱情酿的酒。好，那读者有在问说，那整首歌的弹起来的感觉。那本来当初在录的时候，是为了让各位去学习这个16 bit 的一个弹法。啊，这个每弹一次就是四拍，那通常歌曲就是四拍一小节，或者是两拍一小节。那这个在弹奏流行歌曲或者是有乐团的歌曲都是很好用的一个节奏方式。好，那这是《爱情酿的酒》。注意第二行的地方，它是他还告诉我这边，他还告诉我。好，其他都以此类推。那有时候我们在 G7 这边，好，那其实可以搭配一个这个，好，会蛮好听的。好，那我们就从头开始，前奏、间奏、尾奏都可以做 C 跟 F 的进行，好。酿的酒。